一个吸毒三十几年的一个更生人，然后他怎么样去面对他的人生，他的人生经过了这么大风大浪，然后他有一个新的体悟之后，他现在在处在这个农场里面，那这个农场里面带给他的是什么？有一个最大的挑战也在于说那个演员的部分，我希望这些人可以真的像在农场里面有生活过的痕迹，所以我就必须要在包括说他们演员自己在口条上的训练，包括说剧本上的调整，其实当初我们其实有做一些设定。阿弥陀佛，知道吗？好，阿弥陀佛了，帮我想办法离开这里。阿弥陀佛了，帮我想办法离开这里了。阿弥陀佛。然后他就说禁书。我觉得在乐园里头是可以看到一个人他怎么样去跟自己相处的一个故事吧。